龙哥哥，我娘已经严重警告过我，不准我再见你，恐怕以后我们只能偷偷的见面了。虽然她不是我亲娘，但毕竟把我养大，我也不能违背她的意思。都怪我无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这么说我会更难过的，这全是我娘的成见太深，怎么能怪你呢？秀秀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带好民团，改变你娘对我们魏家的看法，这样咱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我相信你，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不论多久我都会等你娶我过门，否则我谁也不嫁。会的，我答应你，不管多久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